那一般人看到的时候呢，第一眼一定是以为拉这个就变成，我也是不例外。那但是如果大力拉下去，你就 GG 了哈，这个是千万不能拉的。我现在示范给你看，它是怎么样变成的，耳朵开始。我是 Fashion Boy， 我不会飞，可是我很会掀波。What up？ 大家好，我是 Fashion Boy， 欢迎回到我的 channel。是很久没有看到我影片呢。最近我去潜水。那虽然讲我是潜水，但是我其实也是买很多球耶，跟你们分享。那我在这段时间我就很开心啊，就买下。如果它来了的时候呢，我才想到一下，这数量有点多。那这时候我才想起，我答应过 Vivian 我不能再买 Baby 了。所以我现在很头痛，就想说，不如先用一个小字哦，来 test 一下反应先。如果它 OK 的话呢，我再给它看其他的。所以，就小字这是开始，这是一个极度危险的任务。我们有小马子狗陪我们一起见证我们的大魔王在睡觉。现在已经12点了，他在睡觉。Good morning， 我买了这个礼物，他到了。我的礼物啊，你们在睡觉在拍什么？你礼物，小马生日礼物在下面。这很贵了，这很贵了。这是什么雷克？这个是 Big Transformer 联名 Fabric。Fabric 哪里有 Fabric 呀？我们这边有。你转快转快。我是买那种哆啦 A 梦那种抽的哈。这是几台买的嘛？这是我抽一寸毛买的。你自己猜，你自己猜。你先给我起来，先叫我双下巴。你不要这样子，那我看我现在美吗？很美很美，轻轻自然不做作，脱俗。你这是 recover 好吗？recover 没有 pose， 这小 baby 哦，可爱哦。你不答应我不要买 baby 的咩？这是送的。马吉，你想要吗？马吉 no， 我有些小 baby 的，可爱吗？可爱呀、啊。马吉很怕 baby， 不说。没得吃。马吉回来，你怕？上次那个大字的你怕，小字你也怕，没有脑了。你也比他大字吧。喂！这是讲 transformer。OK， 再我来试给你看。哦，还可以彩头嘞，要多少钱？很便宜吧，70块吧。一直70块，那也可能。我不加钱那个，我看可能700块吧。700块我不懂。那一般人看到的时候呢？第一眼一定是以为拉这个就变成，我也是不例外。但是如果大力拉下去，你就 GG 了哈，这个是千万不能拉的。我现在示范给你看它是怎么样变成的。首先耳朵开始，把它的手推过来后面，它的肚子这边开，这样开你也不会啊。来，这样子，让你肚子开，看到吗？把所有的胸肌出来啊，它萝莉头，你是不会吧？700块啊？OK， 转，看到吗？转这个就有那个 transformer 的脚的 shape 出来了，头哎，厉害了，来了啦，噔，这样小个头吧，然后刚才那里不能按东西，因为还是要推出来，这样小个，这个折去后面，噔，可以吗？整粒 transformer 展现出来了，700块不值不？ Optimus Prime， 噔，其实这一次哦，因为我其实在公司已经试过组装一次了，哦，去买很久没有给我看呐。没有，因为我等其他一起到，因为我等其他是哪一个？没有，因为公司我们有 white fabric 嘛，所以就等那些来啊。然后这一次其实它的做工哦，没有到特别的好啊。第一次我开的时候它其实是很紧的，但是第二次是应该是我第二还是第三次开它，它已经开始松了，而且你听不到声音了。But 我觉得是买一个回忆啦，这种 transformer 这样子，然后它是一个很特别、蛮有巧思的一个联名，但是我看过那么多 fabric 里面最屌的一个，值得买。Autobots assemble， 哇，极可爱哦，哇，你在做收纳？哇 ，jacuzzi 啊，哇，在泡温泉啊 ，Optimus Prime， 超帅。放这边好了，哇，你看几美哦，
那这个位置好像感觉比较适合放那个 basket 的 fabric 哦。basket 是哪一只呢？太大只了，放不到。对哦，其实我还有另外一只小只。喂我还有一只 basket 的。小只的，我们不用买了。宝贝，我要拍影片，我要拍给大家看，我就买。我现在给你看。看，这些还会疯掉。哇，清清清！你看，我刚刚买 baby 的。宝贝，这个我的礼物还没有到你，全部是拿你的礼物给我看。这边一个做你的礼物可以吗？不可以啦！哎，全部价值连城的。可是我又不喜欢 Burberry。这全部价值连城的。多少钱？OK 啦，千多块这样啊。哎，不要，哎，小心！哎，这个。千多块、啊。这是 Basquiat 跟 Andy Warhol 的联名哎，这个传奇画展，这个很值得买。啊，那是送给你，这是我的。哇，你看鸡没？这是。哎，鸡是小鸡呀吗？宝贝，你懂吗？这一只哦，是那么多 Andy Warhol 跟 Basquiat 的联名里面哦，最值得买的一只了。因为它是有basket 招牌的配色，然后也有 Andy Warhol 招牌的元素，所以basket 最喜欢用的就是蓝色、橙色，还有这种米黄色。Andy Warhol 就很喜欢做这种啊，我们叫single color 的这种 vector art， 就是它的一个招牌啊，这种 pop art 来的。喂 ，Did you just？ 马吉终于不拍字啊，就这小字还不拍。哎呀，马吉怕吗？放声音看看，声音。应该是小智没有，是下次是。哎，鸡爬不爬得见？不怕，你吃这个大鸡呢？不是怕、啊，哎，就你这个，来，跟他一起叫，要吗？一起叫要吗？哎，这个我。哦。小心啊！每动一次就是50块啊。这个外面还是卖这2000块啊。对啊，你先买多少钱？我买比较便宜啊，我买1000多块吧。痛哎，买很多东西，千多块。哎呀呀，这个你看不会。He belongs to here. OK 啦，一只被偷了，一只你自己买的，可以哦。你看几次在这边的话？放哪里？放你的背啊，吊住，当 keychain。这小只多少钱？这小只不懂啊，100多块哦。小只才100多块。要啊，之前的 baby。它的 baby 这样哦。是啊，应该挺好看的。其实我觉得这是很值得买，然后我不惜代价去买回来的。我买这的原因是因为好两个传奇画，两，是吗？咪，我自己的。OK， 我觉得这次值得买，因为两个传奇画家的招牌巨作。反正我觉得这非常适合买，因为他们的招牌哦都在这个整个 Burberry 还有盒子上面呢、啊。比方说 Basquiat 最出名的这个骨头人，还有这个牙齿。Excuse me。那这个就是为什么是 Basquiat 的招牌？其实我上一个做 Basquiat 开箱影片呢，有深度的去分析到，大家去可以看上一个影片。那么至于 Andy Warhol 呢，除了你们知道他最出名的这个 Pop Art， 其实他海报设计一直是他的绝活。当时他们这个画展哦，非常吸引人的地方，因为他会是 Andy Warhol 先作画，然后 Basquiat 再以他这种破坏式的方法去做他的二创特别的艺术手法。那两个东西买的差别啊？你差的是不值钱了咯？我其实不是很懂的。那个逗另外一个 Burberry 上去了呢？应该不是吧？这个我们可能下次再研究了，再做一个影片给大家知道，因为我暂时也不懂。好看啊！不要买啊，我要跟你讲啊。我最近真的没有买啊。今天是一个非常开心的一天，因为刚刚傍晚的时候呢，我就收到快递过来跟我讲过一个 shipment， 期待已久的玩具终于到了不？如果我现在有点头痛，我今天答应 Vivian 不再买 Burberry。现在不知道怎么进去跟他交代。还有送吗？这就垃圾。这个不是垃圾啊。你也是好笑哦，要不要交代一下这是什么来的？这是一个盒子，来放玩具的。里面空了吗？我看一下。
你直接给我讲，不买要买一只就好了的。这哪一只？就是这个，其实是比他更早买的。啊？啊，实际上我买了很久，然后它很迟才到。今天我是要跟你们说这个故事。多少钱 ？What？ 先不要讲钱，我们注重的是。我比较注重的是钱。等一下我们跟大家交代哦，因为这个真的是。什么跟大家交代？你这样跟我交代。因为我真的要跟大家交代这个血淋淋的教训。教训什么？哎，别讲这样，我打你这样嘞，我什么都没有做。我们一起来看熊 ，OK？ 马姐，多了一只熊哦，凉拌好，你喜欢吗？嗯那边请来，请来，哎，别讲像鸡样，我讲。中一甩啊！来来来来来来，哎，别吵呀 ！So， 今天我们就来讲这一只啊，我对它一见钟情，一看到我就觉得一定要把它带回家。它就是这 basket 的第七代 Narrow。家里有小狗就是这样，每次录影片的时候就突然间跟你出声，机票完了啊，我要录东西啊。其实这一只超美的，我穿这只。那这只代表美，这只颜色很奇怪。这个其实是别人借的，这是我买的，第一次买的。你跟我讲，那小只是第二次买，你这个是第一次买。小只是第三次。What？ 多次的你。这一只其实是来自巴西非常著名的一幅画，算是蛮著名的，它是一个三片式的 painting， 它非常的狂之余呢，它又有点童真，这我超爱这个的。它名字其实不叫 Nero 的，它那幅画也是依然跟其他的巴西画作一样，是叫 Untitled， 又是没有题目的。那这一只之所以叫 Nero， 是因为它身上最显眼的是叫 Nero。回这边。Yeah， Nero。我拿到的这一只呢，它的脸部啊是非常的好看的，加上它这些标志性的骨头人啊、皇冠啊、涂鸦，还有字体哦，它的 placement 都非常的好看。这幅画有两个主要的颜色，一个是蓝色，一个是黑色，刚好哦，在它的脸上是左右分得刚刚好。为什么觉得这个比较好看呢？其实这个比较凶，不会？不会啊，这个比较有人味耶，而且还有色彩，这个才凶耶，看不到表情。你不觉得它比较像小孩子的画作，但是它里面又暗藏一些很深奥的意思没？尤其这边你看那个脸型要有，我很喜欢这个部分。因为这个很凶啊，这个是街头王者，这个就可能很多个王者吧，皇亲贵族。OK， 来我们来讲比较伤感情的部分。其实这一次呢，是我在它一 launch 的时候啊，我就 pre-order 了。大家知道 pre-order 是非常的便宜的嘛。是$600。他跟我讲，他4月出货，然后他延迟变到5月，五月延迟变到9月，9月变到11月，然后才突然间 pop， 跟我讲11月可以出货。就是我不是 pre-order， 是跟我的朋友买的，是 reseller 来的，是差不多4000。哇！结果我跟你讲，发生了一个非常令人突然的事情，因为我是在美国的网站买的，所以那个税是 fucking 贵，因为你在美国买，运回来哦。那个运费啊，就跟我上次买 basket 的那本画册哦，是一模一样的问题啊。它的运费是$160，差不多600块钱寄到回来哦，然后他会跟你讲，你必须要清还一个Malaysia 的 tax， 我给了370多块马币。所以你算了多少钱了吗？记得我总共给了应该是3600多块，所以有点贵，因为 suppose 它这个 pre order 应该要便宜，我就是因为它便宜我才买，2500多块东西变到3600，误到那我就给了 tax 运费这些有的没的，所以我叫你不可以不想买东西。所以这个结论是什么呢？不要在美国的网站买东西 ，fucking 讨人厌。Anyway， 买了就不要后悔。我看你现在都是不怕我了咯，你不尊重我。但是这个其实这个是买给我自己的生日礼物。哇，这样讲话就应该哦。因为我生日要到了，所以这是我的礼物。里面他自己就讲这个话。所以这只哦真的是出乎意料的贵，它真的花了我 TMD 多少钱啊！所以你还有什么要买的？感觉上你没有很心痛。我心痛哎，其实我买这只有原因，因为这是我最喜欢的那幅画。你讲很多遍了，讲其他的还有没有想要买其他的？其实，在 Basquiat 众多的这个画作里面呢，其实有五幅画我是特别喜欢的，一个是这个啦，然后一个是这个Narrow 啊，多三只啊。
没有，如果有一天我有钱的话，我就慢慢买哦。而另外哦，我希望接下来 Basket 他们出的话啦，我最希望是可以出这一副，它的整体颜色是偏粉红青色，有一个是出了很久的，是第五代来的，我一直都还没有买，就是那个红色的骨头。freaking 想要这个，剩下最后一个我非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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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喜欢的呢 ，Basquiat 的这个 typography 的那整幅画，它其实是一个很大幅画，里面有很多小小幅的字体，然后上面一个大皇冠，就是全部是黑和白的。我真的很希望这一幅会变成一个 fabric， 因为我超爱这个，所以基本上这就是所有我喜欢的。我都不敢想象，我觉得男生的画都不可以相似。买一只给你妈，买一只粉红色给你。不要，我不要这样，不要用这样子来糊弄我哟。我想买熊跟你一起合理。我短期内应该不会再买，因为这真的是啊，烧了我很多钱了。听着先。